提示：此曲为传统指序的基础练习，适合入门和初级程度的演奏者每日练习。该曲含有中指和大指的勾托、大指和中指的托勾两种传统指序。要求：一、用同时性贴弦提弹法；二、手型稳定，重心在掌心，随着上下行音位的移动，手掌必须相应的坐与筝面平行的移位。掌心的位置基本保持在大指所弹音的下一个弦位上方。三、右手手指触弦的发音点，高音区距离前梁约三公分，低音区约五公分，而左手手指的触弦发音点则分别约九公分和十一公分。四、练习时要有意识的使用贴弦提弹法，由轻声慢练开始，留意节奏的准确。通过练习，韵指的力度和速度将逐渐相应提高。